Hello， 我江江，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哦。Hello， 大家好，我们先来玩 The Gate。这个 The Gate 呢是一个怪物啊，它是以前的一部电影。那还没看过 The Gate 的呢，应该也不意外，因为这部电影非常久了。哈哈哈。因为我们来实际来玩一下 The Gate 有什么特殊招式，好不好？它除了跑很快之外，攻击力也蛮惊人的哦。你看到这个车子已经凹陷下去了。哎呦，哎呦，哇哈，哇哦，它是个跳起来打哎，哦，好厉害，哇，好强哦，它好厉害，啊，近战可以这样打就对了。哎呦，抓一下，抓一下，哦，抓。哦，哇，哇，他有点像那个是谁？他有点像那个金刚狼，有没有？有爪子可以抓人呢。整个车出现了，把他打凹掉。哇哦，哇哦，这什么招式啊？打到翻车哎，太扯了。打人不要打车啊！打人啊！抓一下！哎，好，我们来实际再看一下他什么其他的招式。他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这是什么龙卷风吗？我可以把人家卷起来，然后呢？哇哦！太惨！来来来来，车子可以吗？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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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把车子直接爆掉，但他一次只能一个角色的，两个车可以吗？各种翻滚，哇哦！两个车直接不见了，直升机呢？他只能打地面上的人就对了。哎呦，一次一个角色，哇，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把人家吸过来，把吸过来，然后呢？直接把它吃掉！哇，这个屌，这个屌！哦吼，简直是一个黑洞吧？这个，哈哈，直接吸进去了，吸走了嘞！哇哦，范围还蛮大的。哦，哇！不要跑，直接吸进去，好不好？直接吸走。哦，不要捡枪啊，他拿枪没有用，好不好？哇！好啊，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招式？我看看。直接吃掉是吧？然后出现吃的声音，然后呢？啊，车子可以吃吗？车子不能吃。他能吃人哦，人人吸过来，吸过来，吸过来，喂，干嘛进来？耶！哈哈哈哈 ！Oh no！ 对，然后这个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哦，变成沥青，然后车子就掉下去了。哇哦，好酷啊！这是什么啊？这是黑黑的，是什么东西？我看看这是什么？哦，到了异世界直接不见了啊！人呢？人呢？人？但是吃不到我吧？我是一滩汽油。对，啊，人要走啊！人！哦，他这应该直接穿墙掉下去了吧？啊！哈哈哈哈哈！直接掉下去！啊！好疗愈！死掉了！啊！哈哈哈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好像是给一点两半的车子可以吗？我看看。
要走就你了。啊啊呃哇哇哇，这个扯这个扯，哦，这是什么啊？哦，他可以跳起来打嘞。哦，他可以打车车吗？哇，这车子变色了，车子变色，哇哦，啊哇，哈哈，扯爆了，对，发现他还蛮强的，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好啦，哎，还是什么？哎呦，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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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爆炸，哎，是什么？什么？这直接是一块黑的，跟刚才的招式差不多啊，只是范围比较大。车子哎，车子也可以啊。来，不要走，来，进去吧。啊，是可以，好像是很多很多人可以一起掉下去的样子。很多物件，很多物件都可以起啊！哇哦，哦哦，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哎，变成一滩泥了！啊！哦哟，这边警察很多啊！还跑？你跑什么啊？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来来来，先把它收拾一下好不好？陷下去的感觉。哎，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 ，anyway， 反正呢，大概招式是这些啦，好吧？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变成沥青，有没有？沥青最好玩。哎、欸，呜、哦，下来吧，就是这样，好不好？好啦，各位，我们的模组就要到这边啊，喜欢帮我按个赞啊，还没订阅呢，帮我按个订阅一下，好不好？然后帮我按个小铃铛，先这样啦，下次再见，拜拜。Esa chica quiere, esa chica quiere selfie, selfie, ella quiere ver. Pa' que el CV se dé cuenta que aquí perdió esa mujer. Lo que quiere es enloquecer, ser la mujer que él quería ver. Esa chica quiere selfie, selfie, que yo parezca en él. Como que ella quiere.